是把所有的考歌都学完的话，也是另外一个笑到最红的同学。那接下来的呢，是他两首最拿手的考歌，第一首是 Minuet in C。来，我们先请丽婷弹出这首曲子。 那个猫躲在那个角落捏手捏脚的哈，来我们看丽婷怎么演绎这首《Who Said Mice》。